这把匕首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小组每个人的心里，我想把它送给田小梅，因为这里面是雷锋的荣誉。 小梅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送她回去。那你自己呢？我也待着呢。我知道，她想跟我在一起。别送了，先回去吧。自己保重。 再见。再见。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田小梅，但我相信这辈子我忘不了她。田小梅从头至尾从来没有问过雷锋的事情，我们也没有一个人 忍心告诉他真相，就让他保持对雷锋最纯真的印象吧。这个世界本来就该是美丽的，我们甘于黑暗，就是为了守护光明。 天明，其实整件事情不能都怪王斌，他没有做错。这样的结果我们都不想看到。谁能想到，雷鹏他会这么执着？别跟我提这些事情。王斌他有很大的压力，你要理解他。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全权领导行动，他的性格你知道。是。 我知道，靠墙，自负，自以为是，原来你跟他是一样的人。现在我才明白，我根本不适合这个工作，我做不到六亲不认。小天明，这种话不能随便讲的。你发泄发泄情绪也就算了，你要时刻记住。 我们的工作性质的特殊性，别跟我说大道理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，就是要找到害死雷鹏和韩晓林的幕后真凶。楚静，已经晚了，找到他们也挽救不了雷鹏的性命。
宝，听见没有？是是，涛哥，我陶小宝虽然是个王八蛋，但是我绝对不是卖国贼，道道义有道嘛，对不对？你少听，走吧。是。四哥，这个人叫曹小宝，林兰曾经跟他在一起，利用他掩护自己的身份，他应该就是向公安包干林兰的人。他是干什么的？一个小混混，没有职业。他跟共党应该没有什么联系。林兰应该早就干掉他，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？四哥，你觉得林兰会对他有感情吗？今天晚上就行动。四哥，真的要劫狱啊？老爹已经同意我们的劫狱方案了，监狱那边会有一个人接应我们。背上的骨头，我在想办法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四哥，确实有人带着王强出来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警报响了，呼啦啦来了一群解放军，我们被迫还击，死伤不少兄弟。我在这儿呢。幸亏有人救我，要不然我根本逃不出来。救你的是什么人？不知道。他人呢？给我打晕了。四哥呀，我总觉得就像共党设定个局。他人晕在哪儿呢？给我打晕在郊外的仓库里。哥，我准备好了，走，干嘛去？进城啊！进城去，车在外头。好，走走。我们赶紧赶过去，最好他还晕在那儿。四哥，你怎么相信他呀？王强死了，我们现在只有这一条线索，要想找回胶卷，必须找到他。走。
你相信我的。如果不相信你，你脑袋早开花了。给他解开。胶卷呢？什么胶卷？王强死了，胶卷不在你那儿，在谁呢？我不知道，他从来没跟我交代过。好，你回去吧，待时间太久了，冯云山会怀疑我们的。回去以后，好好查一查胶卷的下落。我给你三天时间。我也是找到线索。怎么跟你们联系？不用跟我们联系，我们会联络你。天明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们到处在找你。我以为我不能活着回来呢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王强死了吗？他死了。我听战士们说，你带着两个人跟过去了。后来我们沿着路线也追过去了，可是只发现两个牺牲的战士。两个战友牺牲了，我是冒着风险继续追踪的，可是没想到上了他们的圈套，我被打晕了。晕了，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应该杀了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奇怪，奇怪他们为什么不杀我？他们一路杀了那么多的人，为什么要放了你？你是不是不希望看到我活得回来？我只是把我的疑惑提出来，供你思考。斌子，你知道我怎么回来的吗？我是九死一生回来的。你却问我为什么他们没杀我？你会说话吗？你会说人话吗？这他妈什么狗屁单位！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，不是吗？你自己想一想，韩小林、雷鹏、田小梅，哪个不是因为我们工作牵连？
还有你和楚金，心里明明有对方，还得装圣人。你不食人间烟火，你不吃五谷杂粮。今天走在路上，我就很奇怪啊，我就想，凭什么呢？满大街的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活着，满大街的人都在高高兴兴的生活，可是我们呢？我们得硬撑着，凭什么脑袋挂在裤腰带上，还得忍受你们的怀疑？凭什么那些模范英雄做一点点好事就得大张旗鼓的表扬，可是我们做错一点就可能背上千古骂名？当然了，也有可能老天看一眼给我们一个勋章，能怎么样？我们得把它放在抽屉里，还得悄悄的半夜三更拿出来自我陶醉，能有什么用？能有什么用？我肖天明比别人少胳膊少腿吗？我脑子缺钱吗？我为什么要干这见不得人的功夫？行了，肖天明，别再说了，你到此为止，我就当什么也没听见。再说下去，你就是违反纪律。别跟我提狗屁纪律。只有你这种脑子缺弦的人，才能沉迷这种见不得人的工作。我让你别说了，我偏要说，见不得人的工作，无情无义的工作，混蛋。允许你这样侮辱这个神圣的工作。谢谢。谢谢你，瓶子。其实，我一直都觉得我本不应该在场，可是我又觉得我好像欠这里什么。谢谢你，你这拳我们算两清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就是陌路。再说一遍，在街上遇到我，千万别跟我打招呼。这一拳是替雷子的。刚刚得到消息，肖天明可能反水，王强的死和他密切相关，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审查肖天明。别动，你被捕了。
你是老同志了，不用我们跟你说政策吧？老同志，你这帽子我戴的有点大，你还是留给合适的人吧。小天明，什么态度？你希望我什么态度？无缘无故被人怀疑，你希望我什么态度？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怀疑一个人的。证据，如果你们能拿出证据，是抓是杀，我没意见。我们是想帮你。我不需要谁帮助。如果你们早有这样的菩萨心肠，雷鹏就不会死。我没想到你还记着这件事情。你是考虑你的前途，所以你很快就忘记了。可是我不会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小天明，那件事情到底怎样，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。你怎么就那么偏执呢？我就这个个性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小天明，如果你一直是这样的态度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。除非你想真的退出这个队伍。哼。冰子，鹏子死了之后，我就是你的眼中钉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离开不离开这个队伍，你说了不算。你还没这个资格。那你看我有没有这个资格？局长，你叫我冯云山就行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局长。您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被开除了。冯局长。冯局。没有人让你们讲话。事情还没有完全搞清楚，我们是不是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人情可讲，这件事情没得谈。交出你的证件，你可以走了。既然放我出去，说明我没问题，为什么要交出证件？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你，你的这个地方长虫子了，出问题是早晚的事。你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，开除已经是最轻的处罚了。不管你将来干什么，我提醒你，都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个地方的保密纪律。如果你违反了其中的任何一条，即使你到了天涯海角，我也会亲手把你抓回来。
为什么陷害我？谁说我陷害你了？除了你，没人知道我和王强的事儿。现在那边上上下下全知道了。是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个人才，我只有断了你的后路，你才能为我所用。你想杀了我吗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杀了我，你就可以重回你们的组织了吗？如果你还想让你的才华能有所施展，我可以给你指一条明路。放开我。干什么？加入我们团体的登记表，签上字，你就是我们的人了。我可以帮你完成你的梦想和前程。如果我现在扭头就走，你就是一个永远流浪的人。老子跟谁干都是干的。欢迎加入。肖天明的事都是我安排。王强被抓之后呢，态度非常好，他通K 三肯定不会轻易的就放弃这个胶卷，于是，在王强的配合之下，我们就让肖天明做了一次急先锋，造成了王强被击毙的这样一个假象。您的意思是说，王强并没有死？对，之所以让王强装死，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肖天明成为周新宇的唯一救命稻草，这样等周新宇在看见肖天明破译密码的技术，一定会被吸引。他虽然中计了，但是他不会由此就完全相信肖天明，他一定会采取进一步的动作，把肖天明逼上梁山。好啊，于是我们就将计就计，做成了一个肖天明被开除的这样一个环境。那么以周新宇的个性，他肯定要去了解所有跟肖天明有关系的人和事情。那么那天在肖天明大闹办公室的时候，如果你们都默不作声，没有态度，那一定会让周新宇产生怀疑。所以说呀，你啊那两拳打得非常好，而且就需要你打得那么狠，知道吗？当然周星宇呢也不会就此就完全的相信肖天明，
他还会做进一步的试探。那将是怎样的试探呢？如果要让天明没有回头路的话，最简单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他的双手沾上我们的鲜血。我不杀人。你害怕了？四哥，我是靠脑力吃饭的人，不喜欢暴力。可是我们现在缺人手啊，你必须得完成这个任务。如果你们逼我，我就退出。站住！你以为这个地方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如果我不做，你们会杀了我是吗？老六，想走就走吧。我相信你了解我为什么离开他。走吧。冯云山比我更凶残，如果我把你亲手签字加入我们组织的登记表给他，天涯海角你觉得你可以找到藏身之所吗？那人是谁？站住！哎，我说你是不是找事啊？好狗不挡路！哎，干什么？啊，打人了！啊，打人了！哎，警察同志，不是，救命啊！打人！下车！天明，办什么事了？